花东乡农会为着回馈乡亲，同时嘛来登记农会家政班的学习成果。即个家政班的学员以及指导老师是专工哦，来到农会现场汇合写春联，送予乡亲。几年前来花东农会，唔拿领钱或者是寄钱，阁有免费的春联来当摕，而且即个春联拢是现写的。做生意的吼，嘿，听人叫伊写的，嘿，叫老师写的，嘿，那想要写呢？啊，就咧做生意，毋就是安尼。哦，做生意毋就是安尼。花旦农会总干事表示，花旦农会伫花旦乡亲的支持之下，这几年的英文绩效是大家拢看得到的。望年会望相馆，更加是馆内上夯的经典之一。家政班现场汇合送春联，唔那是合适成果的分享，嘛是农会回馈乡亲的表现。虽然疫情咧发生啊，但是咱传统的节日嘛是咧过吼啊，咱想讲就着春联大放送吼啊，甲大家做一个即、這个贺年呐吼啊，因为咱即、這个书法班伫十六年前来成立吼啊，不过咱是为十三年前就一直有咧办理即个春联大放送，过年来搞拢办理即个春联大放送的即个活动，啊，就是为着要来鼓励咱跩书法班的成员吼，好、哦、因下一届新歌吼、哦、对我做一个发表吼、哦、啊，好因嘛咧写书法的时阵嘛，伫咧遮得到即个成就感。农会领完奖条，家政班现场汇合送春联，那提供一般民众的需求。乡亲那是因为无同的行业要开店，或者是入新厝，甚至有特殊的需求，书法班的。成员也都会依照乡亲的需求满足乡亲的需要。大众新闻张向回答采访报道。